乱世风云乱世情，似水年华如一梦，历尽沧桑苦飘零。太平山下不太平，几度团圆梦难逐，浪随波飞所愿，只留清白与真诚。人世纷争，似经非经，血痕斑斑却无声。朝战朝暮，残梦寻觅前程，太平山下不太平，乱世风云乱世情，逐浪随波飞所愿，只留情梦。拉警报了，快点快点，快穿衣服，快啊，你跟刘小姐先走，我很快就来啊。金宇，快跟我来。嗯，快快去吧。哎，这边。哎，快去。来来来。嗯。哎呦，快。静怡，你怕吗？怕。不要紧，这房子是钢筋水泥做的，嗯，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呢。哎，快快快！哪儿啊？哎呀，前边前边前边，哎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Miss Connie，我妈怎么还没来呀？她可能躲到别的地方去了吧。哎呀，我老妈不行了，这里面人太多了。哎呀，出去出去出去！哎呦，听见没有？咱妈。你们想进去？是的，是的。每个人给10块钱，把我们发现的地方吧。现在就是啊，走走了。哎，黄先生，黄先生，算了算了，让他们进去吧，里边还有地方呢。好，小姐，我跟他们开个玩笑嘛。啊，你们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快点快点。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？这些人能开这种玩笑？真是。哎。你还认识我吗？哦，是你呀、啊。我叫建宇，你叫什么？哎，我叫蔡美娟。他们认识啊？是是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住我们家隔壁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太好了，以后我有伴玩了，你有空来找我好不好？嗯，好的。哎。怎么听不到轰炸的声音了？大概是日本的飞机被我们的飞机拦住了。又是一场虚惊。哎，行了，我真是。美娟，你一定到我家来玩啊。嗯。妈，你躲到哪去了？战太太，医院没去吧？你总是这么不在乎。你看现在不是没事吗？要是成天躲飞机，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。您真是。静宇，我们吃吧。刘小姐，今天晚上的舞会要准备得好点，我去买点东西。静宇，你妈真好。妈。啊，这么早就来了。我早来帮帮你呀。啊，姐姐。静宇，
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晚会，千万不要捣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姐姐，你真漂亮。说什么呀？我说你像新娘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对。妈，我来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当心把衣服弄脏了。我来吗？不用你来。我来。不是建议说你，我也想问问你呢。你的事现在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有合适的就嫁喽。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。我也得和你开玩笑。哎，你看查理怎么样？又漂亮又有钱。你当然不会挑他了。那要结了婚，还不带一沓子女孩子回来？那廖时赫呢？那更不会是他了。那还有谁呢？得了啊，别给我装傻了。你知道我问的是谁？你跟苏开元到底怎么样？我也说不清。我们之间来往就像朋友一样，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那你可以问问他呀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还能比过去的还害羞吗？这种事我们女孩子怎么说呢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你要是不好开口，我给你问一下。啊，对了，今晚约他没有？不不不，你不要去。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挺好的。你是怕他不答应吧？哎，这样拖下去得拖到什么时候啊？喜欢的不敢说，不喜欢的又不拒绝，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害了你的。妈，你别说了。不管怎么说都应该问一下他，如果他确实不喜欢你，那你就死了这条心了。不过照我看，他不会不喜欢你的。可为什么？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去问问他。妈，你千万别告诉他。我现在能听见他的声音，能看见他，我就知足了。你这个孩子真是，哎。启慧，快点，客人都到齐了。啊，去吧。等一下。好，快去快去。去呀。我想跳。小姐，您跳过舞吗？啊，不不，谢谢。齐慧，下个曲子我和你跳好吗？嗯。客人还没来。妈妈，我知道谁看上姐姐了。
建宇，别瞎说。我没瞎说啊，妈妈。那个穿着很漂亮的人，总是围着姐姐转。你看，那个瘦瘦的人呢，也总是望着姐姐，眼都不眨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别瞎说了，去吧，去跟美娟玩去吧。嗯。现在才来，我们就罚他一杯。我看他根本就不想来。你好，李慧。哦，启慧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吗？战争，女人也在谈。哎，真是乱了套了。齐慧，最近这些日子，你都在忙些什么？Miss Connie，最近好吗？还可以。对不起，请稍等一下。哦、查理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好，最近你好吗？好，你呀也不打个电话来，想死我了。是吧？启慧，我想请你跳下一支曲子。对不起，我累了。我想，你请我来，不是让我同别人跳舞吧？你其实并不想来。好，那我现在。
苏先生，您过来一下可以吗？好吧。妈，太远，有一句话我很早就想说了，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知道当母亲的就怕孩子，我希望你跟我说句心里话。好的，伯母，我说实话。那么你跟启辉到底？我爱他，但是我不打算跟他结婚。既然这样，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见启辉了。一个正派的女孩子跟一个没有结婚打算的男人再这么来往，我觉得不合适。伯母，我知道，我原来也想今天晚上舞会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我真是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，难道你不是个正派青年，我和齐慧都把你给看错了？伯母，我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。我既然答应跟你说实话，那么我让你看一样东西。这是同死亡拥抱的意思。我在航校的几个最要好的同学身上都有这种标志。战争是很残酷的，我们已经下了以身殉国的决心，一旦上了前线不做任何生还的打算。所以尽管我很爱启慧，可是我不能。是这样，我不想把自己说成是英雄，其实我真想趁自己还活着好好的享受一下。何况我是真心爱他，所以我才和他一直。伯母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再这样下去了。我已经参加了第一线作战大队，以后怕很难有机会再和启慧见面了。请你和启慧原谅我。我没看错你，可为什么你不跟启慧说呢？也许是我不对吧，可我还是想请你转告他，假如将来有一天抗战胜利了，我没有死，而启慧也没有嫁人，我想我会来向他求婚的。可是我想这种机会恐怕是很小。伯母，我知道启慧他很爱我，可是他没有必要等我这样一个生还机会极小的人。如果有一天他要结婚要挑选一个丈夫的话，伯母他
一定要找一个配得上他的。你要帮帮他，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太远。请各位注意，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支曲子，各位找好自己的舞伴。啊，我去叫齐慧。不用了，我们看着他跳吧。他说了些什么啊？他告诉你什么了？快告诉我。启慧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说他非常爱你。到抗战结束以后，他一定会来向你求婚的。不过现在他不会再见你。是这么说的。他抗战哪天能胜利？启慧，别难过，也不要怪他。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年轻人。这是好货啊，那不是价钱。你走，再买菜。你给搞的，我给他使，哎，我给他使。哎，要了吧？我从三十。老板，哎，那边呢，我就卖了。那，哎呀，你出手真快呀、啊！哎，谢谢，谢谢。何贵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是啊，我怎么这么巧啊？哎，你认识他吗？啊，这是我们老板，他们做生意。哎呀，好好，何总，咱们去喝两杯怎么样？啊，哎，老板，我去一下，啊，我先走。哎，张燕，哎，张燕，哎呀。我真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成面了啊，咱们这真是有缘分啊。是，我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你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来，满上满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干杯干杯干杯。好嘞。哎，招呼不周啊，啊，别客气啊。哎，请吧。好，谢谢黄先生。嗯，你放心，我和我们老板很熟，我回去跟他讲一下，包你有赚的、啊、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吃吧。啊，
啊，板哥啊，那我就谢谢你了。哎，别那么客气。哎，吃吃。嗯。黄先生，嗯，你这儿不错吧？你发了财是吧？哎，不像我四处漂流，无家可归啊。哎呀，唐哥呀、啊，嗯，你就不要开玩笑了。我知道你已经在香港发了。我发了？对，你发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开什么玩笑。哎哎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，不说这些个了啊，唐哥。不过我想问你一声，你为什么到衡阳来了啊？黄先生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徐艳香在哪儿？就是以前曾在梦园管过衣服的那个女人呢、啊、张太太。怎么你要找她？不是我，是周小姐。人家周小姐现在在香港真厉害，都发紫、啊、哦。怎么你要找她吗？是周小姐让我来找徐艳香的。徐艳香？哦，她不就住我们附近吗？什么什么？她真的住在这里？是啊，就住在这条街上。这次我要不发才怪呢。你要干什么？走、哎、走走走走走，用不着你捣乱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这么说周碧莹是要找徐艳香报仇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件事情我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张太太怎么也是我的好朋友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……黄先生，看你的意思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跟他没什么仇，所以我……黄先生，哼，你可不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吧？啊，嗯、啊，这样吧，你要是够朋友，再帮我一次，当我最后一次求你，帮你有好处。有什么好处？哎，现在老郑那儿有一批煤油，准备找买主呢，我回去跟他谈谈。嗯，让他便宜点卖给你。哦，现在没有可抢手了，这事儿就看你自己了。只要掌握好市场的风向，合适的时间你卖出去，那可就发财了。啊，就这样吧，唐哥。你说话可要算数啊！啊，怎么你还不相信我？哦，你太过分了。唐哥，你估计徐艳香她会跟你回去吗？啊，嗨，对付女人呐、啊，我有办法。啊，来，干杯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唐哥，来，嫂子，干。他没死？是，他现在病得很厉害。哎，加上身边没有亲人，我知道张太太，在香港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了。啊，所以我是特地来告诉你的。我现在怎么办才好呢？我想你还是回去看看他吧，有机会的话也把他接过来。哎，袁小姐现在可真是太惨了。那么我回香港。好啊，张太太，正好明天我也回香港，你准备一下。明天早晨10点钟我在车站等你。好、啊、那就这样吧。好的。
美娟，美娟，叫你腾出那间屋，你怎么还不快点啊？你马上坐，到明天货来了，你还腾不出地方来，你小心点，快点。美娟，怎么了？建宇，我不能陪你玩了，快走。我也来告诉你，今天我也不能陪你出去了，我要到火车站送我妈妈。你妈妈？嗯。妈妈，你这次回去可要小心点啊。我会的。哎，我倒是担心建宇，昨天晚上还说要送我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也不知上哪儿了啊。那天晚上有个姓何的来我们家，说是从香港来的，说是要找你妈妈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就是他叫我妈回香港接袁真德姐姐的。不，不是什么袁真德姐姐，他说是姓周的，他说是在日本人那儿挺红的，找你妈妈。不会吧，那个周小姐我知道的，在香港的时候啊，她老想找日本人来害我妈，我们就是避开他才来到这儿的。不，我不会听错的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姓何的是不是叫何桂堂？是啊。那肯定就是他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后来我就不知道了，黄先生把我赶出来了。难道是那个周小姐？我得快走，我回去告诉我妈妈。哎，靳宇，等等我。妈，妈，米斯康妮。靳宇。我妈呢？你们怎么才回来？你妈早走了。嗯。走。哎，靳宇。哎。妈，妈，啊，妈，妈妈，靳宇，妈妈，你别去，别去，你听他亲口说的是吗？嗯，见不到周碧莹，到现在还不放过我们。张太太，张太太，就是他。哎，张太太，怎么了？我们走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呀，这。阿昭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走不成了。那就跟我走吧。跟你走？对呀、啊。去哪儿？有个朋友给我搞了一大批药材，不过要一次不见金。我现在手上缺钱，这么吧，咱俩合伙干吧。现在就走？走吧。哎，车都要开了，走吧。好。那个黄先生又打你了？他没弄到那瓶煤油，所以他好像从来对你都不好。他不是因为我可怜才收养我的，他是想把我养大以后拿我做摇钱树。建宇，你还小，你不懂。我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。这个黄先生比日本人还要坏。哎，姐姐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走。
张太太，开门呐，开门呐！是谁呀？我是黄大本呐。哦。啊，黄先生。嗯。张太太，今天我们家的美娟到这儿来过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出什么事了？美娟失踪了。那你有没有到别处找过？哎呀，我都找遍了。那就赶快报警啊。哎，一个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到哪儿去报警啊？对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什么失踪的？哎，因为一点小事儿搞成了这个样子。 哎，我都是为了他好啊。哼。静云，有没有看见美娟？没有见到啊。哼，你们那小孩子做事啊，真是的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吧。啊啊，张太太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啊。靳宇，你真不知道美娟到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我没见到。小孩子可不许撒谎。我没说谎。美娟姐，娟姐，我给你带来一点吃的。外面怎么样了？嗯，黄先生到处找你，看样子一定要把你找到。那怎么办呢？嗯，这他要是把你找到了怎么办呢？美娟姐，建议我迟早都要卖给一个男人的，可心里太小，要不然还不如给了你。给我？给我什么？你不懂。哎，原来你们真的在这儿啊。美娟呢？黄先生到处在找你呢。来吧，跟我回去吧。建宇，你出卖我了。不是我呀，我没出卖你啊。你不用怕，美娟，是我跟着他后边来的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美娟呐，黄先生说他都是为了你好。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现在外面兵荒马乱，你要是出了点事儿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来，黄先生那儿我会去跟他说的，你乖乖的来跟我回去吧。啊，哎呀妈，你怎么帮着坏人呢？建宇，不许多嘴。美娟，来呀，跟我回去吧。啊啊，走吧，走啊走啊，走。建宇，回去了。嗯。啊，来来来，啊这边。啊哈，啊谢谢你们，哎慢点慢点啊，哎搬上车搬上车。哎，张太太，外面怎么这么热闹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儿的黄先生在搬家呢。搬哪儿去啊？啊，不知道。住得好好的，怎么又要搬？谁知道他呀？可能是怕美娟他。美娟姐搬哪去啊？别管那么多事，在这儿老实待着。
快点快点，磨蹭什么，快点快点快。啊，刘小姐回来了。陈太太，啊，詹姆斯今天带话来说，啊，他要回来了。啊，他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。那我去准备一下。啊，对了，你先把我的房间打扫一下，然后做几个菜，一定要有古老肉，他最喜欢吃的了。好的。什么声音这么吓人？那是飞机，是詹姆斯他们回来了。妈妈，我看见了，红色的飞机头是美国飞机。哎呀，妈妈，那架飞机啊，呜的飞过来了，撞到那个塔顶啊，就掉下来了。糟了。那会砸死人的。嗯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哎，剑鱼，哎呀，那么大个东西砸下来得了啊？那可不是嘛。哎呀，那塔顶下面是个小学校。糟了，学生这会儿正在上课呢。哎呀，我还说让剑鱼去插班呢，幸好没去。今天詹姆斯就要回来，出这样的事儿，我看不是个好兆头。怎么搞的？说好了今天回来，怎么到现在不见人影？那我再去热一下。算了，把它都收起来吧。那你还没吃呢。我现在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啊，等一会儿给我弄碗面条吧。哦，好。哦，对了，建宇，你去小学看过了吗？嗯，那架飞机砸死了一个小学生，还砸伤了三个人呢。听说被砸死的那个学生就是塔东那个杂货铺老板的独生子。听说抓了很多人，又喊口号，还说要罢课呢。这事儿闹大了，肯定不得了。哎，砸死了人终归不是好事。不过美国人来中国是帮咱们打日本人的呀，砸了人也不是故意的，何必费这个事闹什么罢课呢？听说那飞机啊，不应该飞得那么低。是那个飞机师跟他老婆在玩呢。美国人就是这么浪漫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这也只能是个意外事故。如果美国人对中国人也像对自己同胞一样，我看就不会出这种意外了。你这样说也太冤枉美国人了。其实他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，死了人是不幸的，但是他们每天也冒着死的危险呀。哦，如果是你的孩子死了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中国人就是心胸太狭窄。那你是哪国人？张太太，你忘了你现在的身份。伊斯康尼发火了，今后还让不让我们住啊？不管他让不让，妈怎么想就怎么说。歌坛人间，望头是奔云，脚下做陷阱，怒海难填力灵之举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多少悲剧触目惊心。但愿人间相爱又相亲，处处多温情，见
妹兄弟手足情深，同舟共济，风雨同行，春风化雨唯有爱心。渐渐那么长